修模式，第一步，按 reset 键后依次输入8061182，再长按 C 进入维修模式。第二步，点击 System ISP。第三步，点击211001井后，连续三次点击 Next Page。第四步，先选中三后点击 Execute， 最后点击 Exit。第二次选中一后点击 Execute， 最后点击 Exit。第三次选中二后点击 Execute， 最后点击 Exit。色彩校正完成。